恁已经证明我确实有生过囡仔，迄个爸母的无白讲。妈，我应该无真正有生过吼。当然嘛无。你一个很单纯的囡仔，连婚都无结过，要哪有囡仔啦？莫胡白乱想啊！啊，不过妈是安怎要骗我？到底阁有发生什么我唔知影的代志？为什么要问我这么重要的代志？阿妈，健康检查我都安排好势啊，爸免烦恼啦。第一是你的身体，家己爱顾，我按时就回去啊。安静。李子深，你的面前那些歹看，你倒去无爽快啊？想做被污蔑我，想做被欺骗我。你都想起来？有一个代志无需要想起来，我嘛会当知影。你去调病历，我代无事，你想怎去调你的病历啊？我若是无家己去查，我唔着爱一世人，我袂记这么重要的代志。我怕失去一个囡仔呢，这哪会无重要？无怪我常常伫咧想，明明我的亲人拢伫我的身躯边，谁说我的记忆有一段是空白的？结果我袂记咧，是上重要的，是我的囡仔呢。你哪会这么残忍嘛？阿姊，你先冷静落来，你听我解释。欺骗了，解释根本就无路用。阿姊，阿姊，阿姊。少丹青，你在那写创啥？我不准你在家己性命讲生笑。你生气，别爸别妈随我就好了。你这个做这么危险的事知无？是的，我。无你是你歹啥？那我做是你，你明明知影一件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予人冤枉，你敢袂生气？你敢袂激动？你敢袂有感觉？是的，倘若我想过着急了，啊，不过你这么这激动，我袂放心。我送你回去好无？好，就一个把代志讲清楚。阮真正是想要保护你啊，啊那无，真有可能阮早就失去你啊，你知无？发生意外迄天，你家东家无法度原谅子孙，将伊赶走，因为有定情债，你才困去的。我甲恁爸爸俩准讲。只要你无看到子孙，就袂讲去受到刺激。谁知影，你一精神就哭，情绪阁足激动的，直接冲去病院的厝尾顶。丹青，丹青啊，丹青，你从啥？丹青，你从啥啦？丹青啊，丹青，丹青，丹青，你好。我的早嫁才拄出世，我都还袂抱着伊。明明我一个做妈妈应该好好抱伊，结果我煞放伊一个人孤孤单单。丹青，妈妈知影伊伤痛啦，妈妈嘛真不甘你受到这款的折磨。又唔讲你感情事，我妈妈失去孙了，过来失去你啊！妈，莫搁恁妈伤心啊！吼，你莫艰苦啊，我拢会陪你身躯边啊。阿五哥，阿五哥，我心就疼的。嫂，之前是你陪我走过那段我无法度面对的风波。这个话你给我机会，好好陪伴你，好不好？是啦，丹青，
妈妈已经走过一种痛，你嘛一定会用的啦。你紧倒来好无？紧啊！阿五哥，我只想着我的小公主，偏偏因为我爸倒来，我将你宝贝伊，结果，我刚才听到伊在哭，伊需要我，我要去陪伊。快点你是我动作较紧的，但是要变到安尼啊！哥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失去的嘛是你家己的囡仔，无人会希望这种代志发生的。而且你家己压力嘛足大的，除了数学车，你搁爱去甲爸阿个阿妈讲。我惊阿妈受到刺激，我根本唔敢甲伊讲。丹青，妈，爸，我那在的病呀，你袂记得哦？跟我头淡薄讲讲，其他无啥印象。嫂啊，你哪安尼叫我？你是啥？妈、爸，怎怎有找份人伫我的病房？你唔知我，我是啥？你唔免知啊。唔免谢谢，安尼就好。后来医生诊断，你就是因为受了伤大的刺激，才变作安尼。PTSD 造成的选择性失忆症。哇，你就是因为安尼一种。和你的痛苦的代志，你拢总甲放袂记的，甲自身有关系的代志，你拢甲变作是一片的空白啊！我甲恁爸妈，唔才会决定讲，和你甲自身离婚。其他我拢无印象。我拢无想要冒险，佮予你受到刺激。所以我甲离婚协议写写的，签签的。我一个阿姨，趁机会给你当囡仔，我去甲手续办办的，咱就正式离婚啦。我确实伫咧病院迄段时间，发生的代志我拢无啥会记啊，无怪我想袂起来。啊，不过是安怎我会记得梓潼？在你记忆里底，林梓潼只是开放的未婚妻。其实迄当中我嘛足惊的，足惊你看到我，就会想起阮哥，想起所有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你啥物拢无想起来。无怪前几年开放叫你过来住，你会遮尼丢丢。所以我就讲，好佳哉，你啥物拢无想起来，只是把我当作小妹同款。迄当阵医生有建议啦，讲一切都顺其自然啦，尽量莫甲伊刺激，啊无惊讲你会阁想袂开啦。
啊，阮大家根本就承受袂起失去的风险啊，尤其是恁妈。无怪哦，大概若是有人送油饭来，还是有啥物囡仔的物件，恁就这么紧张，就是因为安尼啊，害恁烦恼啊。但是，当年有讲过，你一世人都要原谅我。阿哥，还是有一挂我未赴讲的话，想要甲你讲。这几年，我的心也是跟发生意外一天同款疼。其实我知影，这几年阮哥无想要跟阮联络，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伊在自我放逐。自从伊失去你了后，伊的世界根本就是乌白，根本就无啥物好留恋的。这几年无你伫我身躯边，我毋知是安怎过的，无分躯体，生不如死，尤其是看到囡仔。我不是无爱囡仔，我是个。一方面我唔敢面对，一方面我阁惊，这囡仔来接近我，拄着不幸。我已经失去我上爱母囝啊！我无希望其他囡仔啊拄着危险，也无希望伊的时代，承受跟我同款痛苦。你在创啊！我欠你一个实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别安尼啦！所以，这是咱之前的结婚证据。为滴个。才袂感觉我失去你。你紧起来啦！你紧起来啦，林子顺，紧！你看啦，这就是咱即卖差别，对恁来讲。这是一段真痛苦的过去，啊，不过若对我来讲，我只是伫咧听一段可怜的故事。我当然会同情，嘛会当了解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人上基本的拢有恻隐之心，而且，就算我即卖已经拢知影事实啦，啊，不过我还是体会袂到。所以，你唔肯原谅我？这毋是肯，还是唔肯？这个问题应该爱问过去承受痛苦的宋丹青，啊，不过我今嘛都无这个记忆，是要安怎讲原谅还是无原谅？所以，阮讲遐尼啊多，你也是啥物拢无想起来，敢若是听故事安尼？妈，你免烦恼啦。虽然讲我今嘛头壳真正足乱的，啊，不过我足平静的，我嘛袂参像你讲的。去做工代志。安琪，虽然讲我即马已经知影我失去记忆是啥，啊，不过若是感情方面，我是无法度感同身受。你，就算讲过去咱是阿婆，即马对我来讲，你就是诈骗集团林子深。别跟我阿聊好不？